帮里搞定，走你。吃跑十五分钟。我来往这个粥里面放两个牛奶，加点特仑苏，香啊！烧饼，来把这个收拾收拾。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？这个是把人那个树林里的花都给搬走了，还是咋的？这就是周老师要送我们的，对不对？舅舅，好好看。这里太漂亮了，用我的真我十一 Pro 加来拍个照。我先调到人像模式。过来嘛，我们合影。这里拍起来非常的有质感。天哪，这简直电影质感呀！谢周老师，我们就真的就开始拿了啊。这个吧，完美，好漂亮啊！你穿着这个衣服，戴着这个帽子，抱着这个花儿，简直了。像一个本身就住在这儿的，对不对？抱着很像拍电影。这个杀手不太冷吗？对对对，抱着花，但必须得像训练抱一个，抱俩吧，还是有点抱俩有点像进货，像进货的是吧？哇，这太舒服了啊！你看这种地方，哇，如果这种地方就站着我开个演唱会，这很酷，很疗愈，我觉得会。嗯，哦，这里厉害了。对，我们昨天就在这儿种的。哎，绑得很好呀，你们。嗯，我们今天不绑了，我们来不及了，因为我们得回去黄老师一个人在家做饭。谢谢周老师，那我们就撤了，我们带着我们的发发。炫，在这摆一堆行吗？可以啊。哎，这个树荫下还可以，是不是好看啊？好看，因为它本身树影和花。对。那这个呢？再来一颗就行。再来一颗，放这儿吧。对对对，好，挺好。对称的嘛，一边一个大的。嗯。好看。我觉得很好看。这也太棒了吧！花的海洋。这么一摆吧，就感觉好像有人今天要在这结婚。好漂亮，美呆美呆美呆。洗手吃饭，可以洗手吃饭了是吧？嗯呢。哎呀，吃饭了，饿死了。哇哦，这烧饼也太像样了。哎呦，这是做的呀？这是做的呀？对。我要粥，那个粥我是弄的奶粥啊。哦，奶粥可以的。然后这个饼啊是这样，这个是四个纯素的榨菜和梅干菜，这个是梅干菜牛肉榨菜，这个是肉的，这两个是没有葱，这个是葱牛肉，好吧？哇哦，太贴心了，我去切咸鸭蛋给你们。好的呢，好，你们先吃啊。我从来没有喝过奶粥，哎，好好喝，是不是？嗯，你没喝过啊？我没喝过。黄老师，黄小厨烧饼，求上线。我这第一次做这个，好吃。你必须要尝一下，黄老师。嗯，好吃，好好吃啊！嗯，这辣味也好吃。你这，这么喜欢吃咸鸭蛋？我能说，我小时候吃咸鸭蛋有阴影。因为有一次我们吃豆角嘛，有那种豆角豆，有豆角皮，然后我就小的时候，很小的时候，小学的时候，表达了自己，我好爱吃这个豆角豆。然后我有一个姐就说，你爱吃豆角豆，那豆角皮谁吃？嗯，这个事儿我就哦。然后后来呢，就潜移默化养成了我一个习惯，就我无法表达我爱吃什么东西，因为我觉得是不体面的。
嗯，包括我现在吃咸蛋，因为它不是有黄黄好吃嘛，大家都觉得，我就会特意先吃青，我就要让别人觉得我不是贪婪的人，我不先吃这鸡蛋黄。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性格造成很大一个影响，我不喜欢这样。就是悲观和乐观的心理啊，就是嘛，比如说一串葡萄有一颗最好的，你就从微烂的开始吃，还是从那颗最好的开始吃？我是从微烂的，只吃最好的。你看，他是乐观的，你是悲观的。哦，真的吗？嗯。哦。但是呢，你那个有个好处就是，你永远吃的下一颗都比上一颗好。嗯。对吧？坏处就是等你吃到那颗最好的时候，它可能也微烂了。哦。嗯。真是。不是有段时间减肥吗？不是就不能吃炸鸡之类的吗？嗯。然后有一次吃到，有的时候咱们工作后台节目组会准备一些方便吃的、素食的之类的，我一吃凉了，然后我就一下反应过来，我已经这么不能吃炸鸡了，我吃到它的时候，竟然它不是最好吃的时候。嗯，好难过。我就很辜负它的热量。嗯。所以后来我就警醒自己，如果这个东西是好吃的，我一定要在最好的时候吃到它。吃到它，嗯。所以。慢慢的在那个调整，我改变，嗯，恨不得那炸鸡刚出锅在锅畔我就要吃它。你别太烫着，你在油里的。对，那我每次都吃着锅边呢。吃的血糖有点升高了，困了吧？困了。很好呀。我想那个蛋，哎，就是现在离毛不最近的蛋，它根本就没有蛋白，蛋白就是它在那边的，你看见没有？就是那边有一个，是的，它是一个整蛋黄在里边。毛毛，你有责任把它吃了，因为它离你最近。我不吃，我吃好几个了。你来吧，蛋白你别吃，这边吃，这边这边吃太咸。没有没有没有，你把蛋白给我。那，你是威胁他？不是，我在假，我下意识就假装先吃两。别，你一定要攻破你的心魔。嗯，幸福吧。你看，你先吃蛋黄，你就要挑战自己。要把蛋白撇了啊，别吃，这太咸，容易高血压吃。真的。哎，我现在竟然很感动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就试一试吧，试试你不敢做的事。你不刚跟迅姐说要做点你不敢做的事吗？好，可以了，别的再吃就先放这儿，放这儿。对。对，不是。张凌赫，你吃蛋。你吃四块蛋黄，蛋白谁吃？我就爱吃蛋黄。你看，这各有各的招。迅姐在上一次来的时候，她就特别喜欢戴墨镜，但是她又怕自己的妆坏了，所以她常年我见着她戴墨镜，包括在剧组，她都能够指甲的，特别像那种狗皮膏药。我曾经跟她讨论过这个哲学问题，她说，这样的话呢，我摘了墨镜，我这个。如果不垫这个白色的纸，就会有两条印子，就不好看。可是他也不摘墨镜。可是他也不摘墨镜，他一整天都顶着这块白的。我说你没必要，你看他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拍戏养成的。嗯。因为比如说，就是拍戏的时候，没有拍到我的时候，我可能会戴个墨镜啊什么。就拿纸垫。就拿纸垫着，这样子你拿出来的时候，它不会有两个坑。嗯。结果你就养成习惯了。嗯。哎呀，挺好，好舒服。嗯，你说没错，你说一遍出租汽车司机。你说出租汽车司机，出租汽车司机，出租汽车司机。你知道古代有一种职位叫刺史，嗯，对不对？然后刺史他死了，就是刺史的死，就叫刺史之死。你说一下，刺史之死。北方的朋友没事，刺史之死。刺史之死，哎，你看都没问题，来吧，朋友。刺史之死，就等着你呢。之死，对，刺史之死，嗯，刺史之死，对吧？俊姐吃完了，是不是准备就赶着走了？嗯，哎，我一会儿有一个小小的愿望，行吗？何老师，您说。就是一会儿，我想这个迅姐走的时候，我自己送她从这走一下这小树林，可以吗？当然啊。那我走了。行。回几遍，我送你到村口上车。好的。
你可以再看看那地上那个不带地佛，那个真像哈。嗯，那松果你拿了吗？你给我带回来呗。行，你给我带一个回来呗。我现在在路上给你找一个。哎，这儿还有一个啊，这也挺好看的。哦，这块还没真没松过，这山没事。你要是记得就带，不记得就算。我给你拿，我带三个回去，弟弟一个，妹妹一个，你一个。大孩子，大妹妹一个。对。我刚才想，比如说，有一个故事是，就这样走路而开始的一个。嗯。见到我吗？阿白，哎呦，好 ，OK， 拜拜。走吧，好，关门走吧，走走走，好，关门。好了，拜拜。